市歌手艺术协会啊，咱已经经营14年了。14年来，咱唔惊艰难，一步一脚印，走到今仔日，刚好就地一千场，给我们掌声鼓励。安尼总共行几档？14年。14档哈。对。14档的岁月，对，我们是相伴相随，我们大家一起为了这个歌唱的园地，能够带给大家啊快乐，还有祥和的氛围。是，那我们今天是真的抱着一个感恩的心，是的，啊，来在这个所在献唱，让大家听到爱听的歌，好听的歌，是，有感情的歌，是，有意义的歌，是，咱的今天的节目。非常精彩，所以讲吼，会当尽量减讲寡话，或者节目安尼一一的呈现，是咱的面头前。是，嗯，他说把我们十几年来，我所表演的，我所安尼训练练习的啊，歌来呈现给咱社会大众，尤其咱应我们贵宾，啊，而且嘛感谢咱在这有咱的饶梦霞教授，我们掌声欢迎饶教授带来好多朋友，还有我们的吕文印，我们的助理啊，我们也欢迎一下哈。欢迎欢迎，好，谢谢。听讲，咱等下副市长那边来。副市长，本来是我们市长要到，但是市长临时有要工，到台北去了哈。还有我们这个黄信良主任，我们秘书啊是代表洪玉凤，我们谢谢黄秘书。还有这位是不好意思哈，啊蔡万全议员的助理还是秘书啊，我们谢谢欢迎。灯光有一点暗，还有这位是。啊，陈廷辉立委的啊，是主任啊，吴忠和主任，欢迎欢迎，啊，我们掌声欢迎主任，谢谢谢谢你们哈，啊，今天我们嘉宾云集，然后我们长辈中辈时段哈，也是讲十几年来对我的疼痛，啊，我感觉深深感谢，所以今天特别特别，我们做了一个感恩，然后回馈之夜哈，所以把好听的歌，咱都给咱大家，是是，希望今天的夜晚，恁爱照刷。对，因为阮音乐的节目安尼足精彩，哈。咱到9点半就结束，是是是是，啊，伫只嘛爱甲大家报告一下，好吧？咱是一个民间团体，吼，所以咱伫社会叫立案，但是咱嘛伫文化叫立案，这就是咱的个一个叫做演艺团队。所以一个民间团体，尤其恁大家拢是业务的，是，啊，咱来付出相当多的时间，嗯，啊，你看当时14当前的你，嗯，14当前的曹雅文，嗯，拢是伫咱协会成长，还有咱的王文婷、谢汉阳等等等，嗯，很多，对，很多新的团员、歌手、老团员，嗯，这一路相跟老师相伴相随，我是在讲非常感恩，他们要付出多少的时间，还有精神。哦，啊，都是做以公益为主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热烈的掌声？我们感谢所有这些团员跟我们合作无间，共同努力打拼这块园地的哈。所以成果到底是怎么样？我希望啊，现场我们来了李文正议员，我们掌声欢迎李议员。长久以来对我们支持最久的就是咱的李文正议员呐。咱的文正议员哈，对咱的当讲是非常疼的。是啊，是啊。我看吼，咱爱互文政议员来甲咱讲几句啊话啦，啊嘛，甲咱鼓励一下，安尼好不好？你看敢好？议员，来，咱掌声欢迎李议员。咱的议员吼，讲实在，14当前到今嘛，都是一路相挺，谢谢。哇，感谢宋老师啦，哈，啊，应该今仔日是爱听歌哈，啊，不过宋老师真疼我哈，啊嘿。对于安平吼，啊，来咱文化中心遮表演，啊，咱歌唱艺术协会吼，不管伫咱文化中心的演艺厅也好，啊，是讲咱全国吼，啊，无数场的这个演出，嘿，已经几啊千场啊，吼，一千场吼，吼，迄个多一千场啦，吼，诶，真无简单吼，啊，所以今仔日的节目一定相当的这个精彩，诶，相当的丰富，是，诶，台湾歌谣吼。啊，今仔天气阁真好，嗯，啊，相信今仔日这个演唱会一定会非常的成功。谢谢。啊，咱大家一定会有一个真快乐的周末的假期，吼，啊，而且祝咱今仔日啊，安尼演出啊，成功圆满，
好，阿兰大家呢，祝福满满，稳定满满，福气满满，安尼好啊，好啊。哦，好，啊，感谢咱大家，多谢多谢，谢谢，谢谢咱的文胜议员哈。哦，多谢，谢谢。这真正对阮是真正足疼的哈。好，谢谢。啊，来掌声欢迎那个书法家陈吉山老师，一休蛋嘞哈，马尾甲咱挥好哦。你家表达个，阮夫妻哈，哎，一万一万分的感恩，一万分的感谢，啊，感谢大家。谢谢，祝福大家，谢谢多人，谢谢陈吉山老师，谢谢，感谢啊，咱经理处长哈，啊老师嘛吼，因为市长听堂啊上业余吼，也书法啊，然后咱各位乡亲时段，咱拢有迄个春联，迄个是咱老师写哈，稍等咧，伊嘛要来遮甲咱画大笔啦吼，好，啊，他搭配我们胡秘芳老师的啊太极拳哈，他的这样的一个表演，来，我们掌声。欢迎孙老师乐团，掌声欢迎。来，你最热烈。